基督耶稣降世，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蒙了怜悯，效法耶稣走进人群中，我不再只顾我自己，我要将主爱传开。基督耶稣降世，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蒙了怜悯，效法耶稣走进人群中，我不再只顾我自己，效法耶稣勇敢传出来，我要将主爱传开。天父的心看到人的灵魂走向灭亡的路，体会天父的心看到世上灵魂，不要将耶稣传开，效法耶稣走进人群中，我不再只顾我自己，效法耶稣勇敢传出